Johnny， 我们睡觉了好不好？我就还没想睡觉呢。那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，听完了就睡觉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至少要听三个。三个哦。不然这样啦，我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小朋友，他有三个爸爸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哪有这种故事的？哎呦。我有三个爸爸，第一个我从来没看过他，但他照片一直挂在墙上，逢年过节一定给他上香。第二个爸爸身体很多图画真漂亮，有天清早把他带回家，从此之后再没看过他。妈妈妈妈，到底还有几个爸爸？爸爸爸爸，妈妈每晚在叔叔家。妈妈是最后一个吧。那这样不就两个都没有了？对呀、那还有第三个呢？第三个爸爸真的帅哥的像那醋溜香，有天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跟我借钱要去叫娃娃。妈妈是最后一个吧，爸爸，爸爸爸，爸爸爸爸，爸爸爸爸爸，爸爸爸爸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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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想你有三个吧，很多事等到以后再讲，只愿你平安快乐长大。娃娃娃娃，上一个他不常回家。娃娃娃娃，每一个借口都很像。现场演出热卖中，1月14日第五集，1月15日第六集，壹电视摄影棚 KK King 独家贩售。